Hello， 大家好，我是 Heidi。 本身最近我就 book 了两次 facial， 想着扮靓靓过新年的嘛，但是怎知大家都知道什么事的啦，现在一场欢喜一场空啦，应该不只只得我一个有同样的烦恼的，所以我决定不可以坐以待毙，我们在家都要帮自己做一下 facial。 最近呢，我就收到 What's Beauty 的一些产品啦，发现他们是性价比很高啦，小资女绝对负担得到，兼且他们的效果呢真的是 facial 级的。如果你都有兴趣想知道有些什么正东西推介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啦。大家去做 facial 想见到些什么效果呢？我自己最重视的呢就一定是个紧致度啊，就算敌不过地心吸力都好啦，我都希望不要成日望落去松泡泡啊嘛。然后第二样嘢咧就系清洁啦，赶走蜡黄暗沉啦，望落去更加净白、更加通透，同埋皮肤嘅饱满度啊，点样维持胀卜卜啦，跟住肌肤好嫩滑咧，令到望落去后生啲咧，都系我所追求嘅。所以今日要介绍嘅几样产品咧，全部都系针对呢啲问题。第一样嘢咧就系一个性价比非常之高的美容仪，是我手上边拎住的呢一副。它是 BMS 的小锤子射频美容仪，不要看它细细部啊，有很多不同 function 的。之前我都介绍过一些美容仪给大家，平质千零二千元，贵质去到六七千元都有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仔的 budget 没那么高啦，或者没那么舍得啊。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呢，真的很啱大家小资女去入手的。800多元咋，你唔好以为800多元可能淨係得道出道入咁简单。我点会咁样介绍呢？呢一步呢佢係有六个唔同嘅 function 㗎。首先係独有嘅 ATW 舒缓模式，佢係可以舒缓返肌肉疲劳嘅。然后呢就会有 IAP 射频导入模式，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啦，促进返胶原再生嘅。跟住呢就係我成日都用㗎啦 ,TS 拉提模式。佢係通过微电流嘅刺激啦，塑造返紧致嘅轮廓。然后仲有温热模式啦，冷冻模式啦，同埋呢最后有个震动嘅模式嘅。你会见到听唔听到啊，佢可以单用一个模式，或者觉得唔够喉嘅时候呢加其他模式帮自己做一个 tailor-made facial 嘅。例如每一日呢我都会用 TS 拉提模式帮自己紧致轮廓啦。然后呢如果敷咗 mask 或者用咗一啲好劲嘅保湿精华，我就会加埋 IAP 嘅射频导入模式。再或者个人好攰啦，我会加 ATW 嘅舒缓模式。咁然后呢上面见到呢啲嘅银色一粒粒啦，唔系全部模式都用佢哋㗎喎。原来呢你温热模式或者是你那个冷冻模式的时候是用后面的金属面的。第一次不知道呢，跟住为什么那么久都不冻不热的，原来呢是用后面这里、我开了冷冻模式。现在凉浸浸啦，或者朝早呢个人很肿的时候呢，你用一些去肿的精华再加上这个冷冻模式呢是超正的。所以呢它真是一个不简单啦，又便宜啦，又很多 function 的美容仪来的。另外讲多少少我用佢嘅感受啦，如果係用呢一面嘅，即係 ATW 啦、IAP 或者係 TS 拉提模式嘅话呢，记得要保持皮肤嘅湿润感。啱啱你搽完精华呢你係会好有感觉㗎，但係如果吸收咗之后呢你会 feel 到好似冇乜料到嘅。喺呢个时候呢你记住搵啲噴霧去噴返湿隻手啦，跟住你再试返去上个肌肤呢，你会即刻feel 到那种微电流的，它不是痛，但是呢会觉得是那些肌肉收缩收缩的感觉呢是很有感的。应该不会甩妆的，我试下给大家看看，你见不见到个眼皮呢，它是这样跳上去的。啱啱係錯誤示範嚟㗎，大家千祈唔好帶妝去做呢一件事啊。同埋呢佢係可以較強度嘅，我當然係用到最強啦，但係有啲朋友仔可能唔習慣微電流嘅，覺得咁樣係太過有感覺啊，就可以由最弱開始。大家望住呢一個位啦，咁我可以較到去最弱啦，然后一个掣就可以校到㗎啦。所有嘢嘅操作呢真係好简单，都係三粒掣呢就可以搞掂。
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呢？它又抵啦，又多 function 啦，最近还在做优惠添，由1月19号去到27号 What's Beauty 的全线美容仪都在做额外九折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那我们解决了紧致的问题啦，现在就讲清洁啦，怎样可以去到我们的蜡黄暗沉呢？就靠下一样的产品。我讲的就是这个 CO3 Mask， 它是这样一包包的，不是片装面膜，里面是 gel 状的质地来的。虽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清洁面膜，但是每次用完它呢，我都会觉得皮肤毛孔是洁净了，去黄的效果是非常之出色的，是即时呢你一洗走了它呢，就会见到自己是净白了啦，干净了啦，同埋之后你用的护肤品呢吸收是快好多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之喜欢这一款的面膜。用法非常之简单，洗完面之后抹干净，打开一包你已经开始听到啲滋滋声㗎啦。里面系一啲微黄色嘅透明 gel 状，搽喺块面嗰度大约20-30秒呢，你已经 feel 到嗰啲 bubble 啦，跟住嗰啲泡泡嘅形成啦，最后你会变咗做一嚿云嘅。好嘅地方呢就系佢嗰啲泡泡啦，佢啲 gel 呢唔会滴来滴去，都算系行动自如，但系要小心啲，唔好周围嗨到嗰啲泡泡囉。虽然嗨到呢嗰个炸一声呢我都觉得好治愈。咁最后呢就等到嗰啲泡泡呢消失咗，通常喺呢个时间我都係一路玩下电话啊，覆下大家 DM 啊，咁总之大约20-30分钟过去啦，消失得七七八八嘅时候呢，你就可以抹走啲泡泡啦，再去洗面呢，跟住你就会见到神奇嘅一刻啦，自己係净白咗好多啦。咁但係呢你会觉得有少少干嘅，喺呢个时候呢你即刻去搽返一啲保湿嘅产品呢，你就会完全 feel 到剛才我讲嗰一种呢点解啲护肤品係即刻吸收得更加好嘅感觉呢，就係呢一个啦。好啦，松泡泡解决咗，去黄都搞掂埋，而家就不如搞搞个饱满度啦。大家应该有听过婴儿针 facial，做完之后好似 BB 嘅肌肤咁嫩滑，原来除咗一个美容院版本之外呢，佢哋亦都有出到一个家用版，就係、是、我手头上嘅呢一组啦。大家对呢一个名字有冇印象呢？之前我都有介绍过婴儿针面膜嘅，然后呢一组呢係高阶版嚟㗎。佢里面呢係咁样一 set 嘅，除咗有一块面膜之外呢，仲有一个精华。这个精华的外形就好像一支针筒那样，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它叫做婴儿针，不是入侵性，亦都没有针头真的要插入去皮肤那里的，那它反而是像 chopper 小吉那些胃药器，那你可以折少少，逐点逐点平均折在块面那里，那然后你就可以推开它，你会 feel 到这些磨砂的感觉的，一粒一粒这样的，不是滑捋捋的 cream 状来的。那跟着大约是20-30秒左右啦，搓开咗之后呢就可以攞 step 2出嚟啦。佢係一塊面膜嚟嘅，同平时婴儿针个面膜差唔多味道啦，有少少嘅香味，好舒服啦。你敷咗佢大约15-20分钟左右，一拎开嘅时候呢，你真係 feel 到自己个皮肤呢好似 BB 咁样咁诱惑啦，咁饱满啦，係一个非常之有感嘅面膜组合嚟㗎。平时喺出面做一次婴儿针 facial 要500-600元㗎嘛，而家咁样一盒里面有5 set，300多元咋，个效果呢绝对可以媲美到喺出面美容院度做㗎。争啲乜嘢呢，就係、是、有个美容师帮你按摩下啦，轻松下啦，前前后后嘅一啲护理。咁但係而家非常时期㗎嘛，我哋都冇得出去做，自己喺屋企又可以悭下钱，仲可以自己做埋呢个效果嘅话呢，真係非常非常之正㗎。好啦，以上就係我最近冇得去美容院，但係喺屋企呢都会令到我有做 facial 嘅感觉，做 facial 嘅效果嘅一啲产品，全部都可以喺 What's Beauty 嗰度揾到㗎。佢哋除咗有 Mask 美容仪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护肤品。例如我手头上呢一个英国有机牌子 PHB, 呢一支呢係佢哋嘅 Brightening Serum 嚟嘅。里面呢是很多有机啦 superfood 的成分的，然后呢个质地非常之好推啦，好温和的，眼面都用得的。推开了之后呢皮肤会变得好柔软啦，同埋呢
佢嗰陣味係好舒服啦，好清新噶。用後感方面咧，我就要遲啲喺 IG 嗰度補俾大家啦，因為用咗唔係太耐咧，我想用耐啲先至話俾大家知我嘅感受係點樣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真係嚟到呢度先啦。所有嘅產品資訊咧，我都會擺翻喺 info box 嘅，同埋美容儀嘅優惠資訊咧，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希望今日呢條片咧可以幫助到好似我咁樣好彷徨嘅大家啦，出去 book 咗 facial 啦，好想出去扮靚嘅時候，但係所有嘢都刪曬，喺屋企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先至可以幫自己扮靚靚咁樣過年咧？係啦，如果你都中意今日呢條片嘅話咧，記得俾個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 upload 兩條新片，逢星期六嘅三點同埋星期日嘅就12點，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